我们的冠军座位来显示出来，所以这就是比赛很残酷。如果后面的选手成绩超越他，那就必须把这个位置给让出来。这就是比赛，这就是全运会。来，欢迎接下来出场的选手，017号来自浙江代表队孙露宁。我们朋友们，难度比赛的这个成绩区分是非常的简单啊。左边的我们的大的电子屏也显示了刚才下来攀爬的成绩，数字越大成绩越好。那我们看第二位选手，来看他对攀爬怎么调整。依然是6分钟的倒计时。现场的观众朋友，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攀岩比赛，16岁以下女子组全能决赛难度项目的比拼。现在正在场上攀爬的是017号来自浙江代表队孙露宁，在我们的全能预赛难度排名第8名。今天是我们的攀岩比赛第3个比赛日，今天将有4枚金牌产生。那在我们的现在正在进行的16岁以下组女子全能决赛结束之后，将要产生1枚金牌。在本轮次比赛结束之后，将要进行的是成年组男子以及女子的速度决赛，非常的精彩。就在我们的赛场上来看一下我们的现在选手的攀爬，加油孙露宁。加油加油。选手在攀爬的过程中也会实时关注自己攀爬剩余的时间。好的，有一次漂亮的出手。加油！谢谢我们的女子第2位017号，来自于浙江代表队的孙露宁，感谢。也结束了我们本次的全运之旅，感谢你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比赛。是的，我们之前讲我们的难度比赛不同于之前结束的攀石比赛，难度比赛每个选手只有一次的攀爬机会，
在六分钟内爬得越高，成绩越好。同时在我们的场地的电子大屏幕上也有实时的成绩在更新，难度笔记的成绩非常好辨识，因为沿着我们的线路每个手点都是有成绩的标号，所以运动员选手得出的成绩标号数字越大成绩越好。全能预赛难度排名第六名，选手再次返场的时候有再次观察线路的时间40秒。前面的节奏非常的快，李思颖目前攀爬的非常的自信，加油李思颖。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结束攀爬的两位选手在我们的冠军宝座区域也是认真的观看着我们的比赛，我们的选手在赛后我们的场后隔离区是完全不知道我们的运动员攀爬情况的，看不到前面的选手是怎么攀爬线路，但是结束攀爬之后可以来观看后面比赛运动员攀爬的情况。感谢来自江苏代表队李思颖，掌声送给你。在李思颖后面还有5位选手没有出场。开始攀爬，加油，鲁思然！
在关注五自然攀爬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我们的前三名的排名已经发生变化，也会时刻发生着变化。所以今天我们学运会的攀岩项目的第二枚金牌充满悬念。难度系统的攀爬越来越高，所以选手在高岩壁上面，身体与岩壁的角度怎样控制好自己的重心，手点脚点的灵活运用，正确的判断自己身体与岩壁一定要紧紧贴在一起，要运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抓好手臂臂力，只抓握只用脚点，有时候要适当的调整，也是为了能够进入到下一个难点。总而言之，难度比赛是一场耐力较量。而且我们的所有的八位参赛选手啊，是之前结束了攀石项目的比拼之后，来到了我们难度的赛场，更加考验他们的耐力，加油。好的，加油加油加油。好的，谢谢谢谢015号来自于西藏队的鲁思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攀爬过程，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所有的16岁的以下的组别，都是一群群在读着初中或者高中的学生。攀岩运动不仅考验的是竞技力量，更多的在锻炼他们成长，学会尊重，很有礼貌。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接触和爱上了攀岩运动，尤其我们现在正在比赛的女生。继续欢迎下一位选手，欢迎013号来自贵州代表队杨辉燕。我们的青少年接触攀岩最重要的首先要培养他们的兴趣和爱好，每个年龄阶段的训练不一样，对于我们的孩子，对于我们的学生，更重要的是锻炼他们的兴趣，锻炼他们的勇气，让他们学会独立，学会坚强。攀岩运动对我们的身体的协调性、灵敏度和思维能力都有要求和训练。思维能力是对一条线路的理解，一定要掌握适合它的技巧和技术。面对高大的岩壁，
每一名运动员都是独立去完成的，这其中的艰辛，克服困难的过程，哇哦，杨飞燕这个姿势，加油！加油，杨飞燕！感谢来自贵州代表队杨飞燕。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再一次感谢013号贵州代表队的杨飞燕，在我们14运赛场上面的精彩的攀爬。谢谢，也请来到我们的赛后的休息区，我们的冠军宝座区域，来观看后面的运动员的比赛批。户外运动的魅力就在于，要时刻接受大自然的考验，大家不要急，做好充足的准备，我们的精彩比赛还在继续。来欢迎现在出场的选手，009号来自上海代表队朱新文。同时也提醒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朋友，带好雨具啊，注意安全。我们一直在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攀岩运动非常好的诠释了我们在大自然当中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征服的过程。我们要尊重自然，大家不要着急，注意安全，有序的组织好现场的所有的设备，同时前面行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尽量的压低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
比赛还在继续进行。回到我们的赛场，正在攀爬的是来自上海代表队朱新文。那朱新文也是我们的全能预赛难度项目第三名进入到我们的决赛。是我们的本次赛难度决赛的倒数第三位出场的选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离我们第三枚金牌的掌声已经越来越近。来的稍微有点急，但是我们的朱新文还是在认真的进行攀爬，加油朱新文，我们时刻在关注着你，加油加油，越战越勇，攀登新的高度，可以的可以的，相信自己，小心的朱新文，稍微的调整了一下，加油加油，朱新文加油，好的，新的突破，加油加油，需要竭尽全力，加油朱新文，或许达到了属于他自己满意的高度，这就是难度赛。谢谢上海队的朱新文，非常非常的感谢，已经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的精彩的表现。再次提醒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在观赛的时候请注意安全，请及时佩戴好雨具。那在我们的朱新文之后呢，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观众朋友们，我们期待着精彩的攀爬过程，我们期待着所有的全新的突破，我们期待着选手有更好的发挥。或许我们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困难，但此刻我们要有战胜困难的决心。来欢迎现在上场的选手，020号来自陕西代表队骆之路。骆之路是我们的本次16岁以下女子组全能决赛难度倒数第二位出场的选手，来到场上依然是有40秒在此观察线路的时间。那骆之路啊，在我们之前下午攀石项目的比拼中是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期待一下他在我们的第二个项目的成绩如何。因为我们请起步，运动员请起步，
选手啊，十六岁以下女子组以及我们的男子组全能项目是通过攀石以及难度两个项目两个单项的成绩来算出最后的成绩。观众朋友们，虽然我们的比赛的途中突然下起了一阵急雨啊，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运动员依然在我们的线路上认真专注的攀爬，也请我们的现场观众朋友们为我们的运动员呐喊助威。现在正在攀爬的是我们的本地代表队，也是我们的陕西代表队骆直路，一起为他加油加油加油。每一位优秀的运动员平时有艰苦的训练，有教练的精心指导，在赛场上面一定也要把握机会尽情的发挥，要做到从容，要有信心，有必胜的信念。优秀的运动员所具备的综合素质非常之高，要把握机会，勇攀高峰的精神一直在支撑着我们攀登人，在支撑着我们攀岩精神，越战越勇，越攀越高，不惧风雨。观众朋友们，他不仅在克服着种种困难，登得越高风力越大干扰越多，小小年纪勇敢追寻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尊重，运动员拼搏的精神。非常非常的精彩，感谢感谢020号来自陕西代表队的骆直路。好，谢谢这个成绩，我相信现场观众也非常的清晰。是的，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子大屏幕来查看我们的实时成绩，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冠军宝座来看看我们的前三名是谁。比赛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一位女子选手没有出场。女子组的最后一位了，每个运动员来到场上都有40秒的线路再次观察时间。现在上场的是014号来自江苏代表队程萌萌，在我们的全能预赛难度项目排名第一名，也是本次我们的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好，程萌萌已经开始攀爬，加油程萌萌。6分钟的倒计时，6分钟的攀爬时间，爬得越高成绩越好，只有一次的攀爬机会，希望你把握这次攀爬
机会证明自己的实力。加油，萌萌！加油，程萌萌，加油，加油！好，请现场一定注意安全。我们所有的高处的设备一定要注意安全，要固定住。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我们所有的比赛在有序进行，或许增添了难度。请现场的每一位也一定要注意好自身的保护。是的，谢谢各位。正在攀爬的是014号江苏代表队的程萌萌。那程萌萌也是我们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之前结束攀爬的运动员都在我们的休息区啊观看他的攀爬。之前的运动员也，我们的线路信息也不需要再有什么保密条例，因为所有的运动员都已经出场了。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程萌萌这一步的攀爬是否会有更高的高度。加油，一步一步的向上，看他怎么过这一把。坚持住，把握好每一步。好的，加油，稳住稳住稳住，不要着急。选手也是越来越有信心。这也是自己的全运会的最后的一次攀爬，所以一定会把握机会。是的，谢谢各位的支持，朋友们，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攀岩比赛16岁以下女子组全能决赛难度赛的比赛的现场。刚才结束的是江苏队的陈萌萌，为我们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谢谢你，谢谢大家。女士们、先生们，本地区出现临时降雨，请您保持冷静，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女士们、
先生们，本地区出现临时降雨，请您保持冷静，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持冷静，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女士们、先生们，16岁以下组女子两项全能决赛比赛已全部结束。